小孩怎么都不帮你按摩啊？以后的话哈，你那个有年纪的时候，那个就是能帮你按摩。好，赶快，好，再捏一捏。可不可以给妈妈按摩不？好，婷婷最棒了哦，她最棒了哦。妈妈捏捏，因为她都会帮你按摩。你给妈妈按摩好不好？好，好不好？捏敲一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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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敲一敲。现在我们请小朋友到爸爸妈妈前面，然后爸爸妈妈把脚伸直，好，我们帮他敲敲大腿，好，敲一敲大腿，敲一敲，休息一下。好，我们有小 baby 的话呢，我们小小班的小朋友。